为验证金门防区联合作战指挥机制，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14日清晨在后湖海岸实施联勤操演。参演官兵展现平日勤训精练成果，顺利完成各式火炮射击，彰显国军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与实力。正式操演在响定状况命令下达后实施，射击火炮既有八寸榴炮、15小榴炮、1洞榴炮、12洞破炮、42破炮及M42防炮车等24门，先后向金门南方海域实施单炮、双炮及机火射击训练，充分发挥制敌火力。操演过程中，金防部参演官兵依程序步骤要领完成各项准备，射击命令下达后，放列阵地圆盖式火炮瞬间轰雷震响，掀起阵阵烟硝，炮弹精准投射至目标海域，有效验证装备妥善，展现国军勤训精练的坚实战力。军文社记者周生伟，金门采访报道。